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1月21号的公视早安新闻，我是郑威仁。首先带您来关心到因应柏流疫情升温，累计确诊已经达到189例。指挥中心在昨天晚间宣布，台柏旅游泡泡从明天起将启动入境加严管制措施。从柏流入境台湾的旅客必须先 PCR 采检，并改采5+9集中检疫，期间采检的频率也大幅增加。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泡泡还没破，但将观察柏流境内状况来做决定。柏流先前标榜境内零确诊，台柏旅游泡泡也成为国人唯一返台后不需隔离的境外旅游行程。旅客回国后，原本只需要5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加上9天一般自主健康管理。现在因应柏流疫情升温，累计确诊189例，近7日确诊157例，其中有9例是本土个案。因此，指挥中心将从22号起启动柏流入境加严管制措施。入境的时候要做 PCR。然后又到那个集中检疫所，集中检疫所5天的公费入住集中检疫所，然后 PCR 采检后，那再加上9天的加强版的自主管理，那到第14天的时候，13、14天的时候再做一次 PCR。柏流入境台湾需进行 PCR 采检，公费入住集中检疫所5天，接续加强自主健康管理9天，再进行一般自主健康管理7天，并加强采检频率。入境日第5天、第13、14天需做 PCR 采检，第8、11天和20、21天间必须做快筛。陈时中表示，目前台柏旅游泡泡还没破，但将评估相关指标做决定。最主要还是它的本土病例的增加了哈，那有譬如说有一些社区哈传染的这些可能性，好，或有一些相关的群聚，那当然就算是我们的一个警戒线。没有特别的变化，我们就继续观察3、4周。那一有变化，我们就立即采取行动。指挥中心表示，旅客如果想要跟旅行团退费，扣款不会超过5%。唯一直飞台柏航线的华航宣布，散客及团体旅客，华航都免收退费手续费，机票可全额退费。台柏旅游泡泡两大业者 KKday 以及雄狮旅游也都宣布，不会向旅客收取5%旅游补偿费用。记者赖淑敏、朱凤志、吴其昌综合报道。台北市昨天晚间再新增2例确诊，一名有国家音乐厅以及春水堂的足迹，而另一名则是台北市石牌国中学生的家长。另外有东吴大学城中校区足迹的校外人士也在增加一名确诊。台北市的新增2例确诊都还没有暗号，其中石牌国中的学生家长和案18051在大同儿鼻喉科足迹重叠，他的孩子昨天有到校，同一层其他学生400多人，今天会扩大采检。而东吴大学城中校区因为提供校外单位借用场地，昨天再增加第2名校外人士确诊。台北市卫生局也派行动采检巴士到城中校区进行师生采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和平院区也成立东吴专案来协助采检。关心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新增的13例本土确诊，其中有3人是高雄的一家三口。此外，亚东医院的染疫护理师，他的另外一位儿子也确诊。至于桃机延伸的相关确诊，包含金嗓歌友会的接触者，还有桃机保全的接触者，以及西堤的用餐相关人员，也都出现确诊染疫。指挥官陈时中指出，目前在全台至少有4条的感染源需要重点关注。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延烧，指挥中心宣布20号新增24例境外移入以及13例本土个案，而这13例中有3例是在高雄，会被发现是因为案18155未满5岁男童有相关症状要就医看病被验出阳性，而接着采检他的父母案18156、18157也都是阳性，目前感染源不明。父亲本身他的工作跟高雄港的工作是有相关。那高雄市现在卫生局也积极开始疫调，那好像父亲也有到北部的一个足迹在。同样感染源还不清楚的案18135是一名40多岁科技厂员工，他的妈妈案18154也确诊，曾前往大南市场买菜，分别打过2剂及3剂疫苗仍确诊，相关疫调还在进行中。另外曾去过金嗓歌友会的计程车司机案17368，他曾经载过喜盛患者以及家属，2人都是在医院由阴转阳确诊，判断对社区影响较小。而案18151则是一位机场女保
保全，他是之前确诊女保全案17371的舍友，当时已经在集中检疫所隔离，现在期满检验阳性。他是之前前案有一个17371，就第一位确诊的这个记者保全，他们两个是一起住的，CT 值是 36.4， 所以评估对这个机场的影响是比较是很小的。至于中壢西堤相关个案，则在增加四人确诊，其中案18136、18137曾在1月9号到西堤用餐，案18152、案18153则是三代同堂用餐的祖父母，两人1月6号被框列隔离，二采确诊。而亚东医院染疫护理师案17967的另一名3岁儿子，于居家隔离后采检由阴转阳。到亚东医院，我们现在是密切，在继续在追踪。不过在医院里面并没有查到任何阳性的个案。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近期的新冠本土疫情除了桃园外，包括双北、新竹甚至南部的高雄都已经传出有确诊个案。目前感染源不明的大南市场、高雄市一家三口、亚东医院护理师案以及新竹市一家四口，四条传播链都将会列为疫情调查重点。记者为吴家宝特别报道。高雄在时隔5个月后再次出现本土病例，是一家三口的家庭，但感染源头还在厘清。其中确诊男童所就读的幼儿园，所有家长和小孩进行采检之后，已经被送往防疫旅馆及接触史隔离14天。推测这3人当中，最早确诊的父亲10号到19号一直都在高雄港工作，市府昨天下午也召回相关人员进行采检。家长提着行李到幼儿园集合，准备陪孩子去防疫旅馆。高雄凤山松青幼儿园20号中午接获通知，园内孩童出现确诊，所有孩童都需做采检，框列79人，全数搭乘防疫专车，统一送往防疫旅馆隔离。他说大概3天左右，老师那时候是说先做筛检，然后看结果怎么样。家长收到通知，到校一一采检后，依接触史隔离14天，恐怕得在防疫旅馆过农历年。环保局也接着到场消毒。高雄时隔5个多月再度出现的本土病例是一家三口，案18155，男童19号因发烧抽搐到高雄长庚就医，没想到采检后为阳性确诊。卫生局框列男童父母后，发现父亲15号就有咳嗽症状，一采检果然双亲也确诊，但感染源不明。父亲母亲都没有很明确的北部的旅游史，当然这部分我们都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这起家庭群聚共框列362人，其中母亲的职场接触者就高达218人。卫生局公布足迹，包含幼儿园、水疗馆、父亲工作的高雄港2艘轮船，以及母亲前往好事多采买等地点，相关场所已陆续进行清消。按18156，针对他工作的接触者，包含相关的一些外籍轮船，或者是国际商船，以及相关的载容船，以及就医的诊所。由于父亲曾在高雄港接触过6名轮船工作人员，其中包含外籍船员，市府下午也紧急召回1月10号到19号期间港区及轮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采检，希望尽快厘清感染源，也确保疫情没有扩大。记者高雄报道。带你来关心到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以及东北部的白天气温回升一点，约18到20度，中部还有台东是22、23度，南台湾比较温暖，有26度左右。夜晚到清晨，各地的低温则在15到19度左右。水汽方面，受到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中部以北、宜化东还有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都有短暂阵雨。其中要关注到的就是在基隆北海岸这边，还有宜兰、花莲以及绿岛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宜兰县山区还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而南部以及外岛的马祖则是云多，偶尔有短暂雨。而明天的天气跟今天也差不多，东北部以及基隆北海岸持续要留意到大雨，而周日的锋面通过呢，各地持续都会有降雨。下周一到周四，东北季风增强，降雨以迎锋面这边为主，北部以及东北部天气又会来到时时凉凉的状态。至于空气品质的部分，就要来关心到云嘉南这边局部地区短时间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等级，而高屏持续也是橘色提醒，其他地区都是普
通到良好的等级，各地的空气品质预测跟今天差不多。后天由于是全台降雨几率增加的关系，南部的空气品质就会变得比较好。另外这三天的清晨，中南部地区都会容易会有局部低云或者是雾来影响到能见度，观众朋友外出请多加留意。好，关心完天气之后，持续要关注的焦点则是国际的天灾。东加王国在15号因为海底火山爆发造成严重的灾情，不但让通讯中断，居民的饮水也出现了问题。在纽西兰和澳洲、日本等国家是出动了军用运输机，带食品、饮用水还有生活物资等运抵东加来进行援助。当地的灾后画面也陆续的曝光。一箱又一箱用绳网捆好的物资开始搬运上军用运输机，这些是准备送往东加的救援物资。位于南太平洋的东加王国日前因为海底火山爆发，在当地引发15公尺高的海啸，造成不少岛屿住宅全毁，通讯断联。目前官方公布至少3人罹难。But the first explosion happened, ringing. Our ears were ringing, and we couldn't even hear each other. So all we do with mimicry is pointing to our families to get up, to get ready to run.东加灾后的实际画面陆续曝光，火山喷发出的灰烬几乎掩盖东加当地的道路，能看到当地喷发的火山灰污染了居民的储备水，当地无水可用。另外纽西兰、澳洲20号用军机、军舰紧急送出包括食物、饮用水、海水淡化设备以及避难所内需要用到的救援物资，在下午到晚上会陆续抵达当地。而为了保护东加王国，目前仅有1例新冠确诊个案，因此援助物资投放时全程不会有人员接触，以免出现破口。外媒报道，随着全球暖化加剧，专家分析气候变化可能会造成海啸、热浪、暴雨、巨浪等，都会威胁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生存。随着海平面在未来几十年持续上升，海啸跟暴雨巨浪都可能会延烧到更远的内陆，造成更大的破坏。东加王国周围的海平面每年都会升高6毫米，除了国土缩小，还会加剧农业土壤被污染、海岸侵蚀，破坏缓冲海洋灾害的珊瑚礁跟红树林。过去4年，东加跟邻近的国家就遭受2次5级飓风的侵袭，经济损失数亿美元。加上高温也连年增加，让这些南太平洋岛屿国家最终可能会沦为气候难民。国人新闻陈胜秉义。带你来看到今天的早餐速报，首先来看到中国时报的部分，行政院会通过后备军人召集优待条例草案，明定后备军人召集期间，企业给付员工薪资150%的自所得额来减除，而后备军人接受召集达5次的人发给奖金等优惠。另外，后备军人教招津贴将以基本工资的1.5倍计算，预计3月来实施。国防部表示，新制试行预估将增加2亿多元的预算。接着看到自由时报，政府去年申请加入 CPTPP， 为了加速接轨，以利日后谈判，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经济部提报修正著作权法与商标法草案，对侵权情节重大的非法数位盗版、散布及公开传输行为，若符合3个要件，可由告诉乃论改为公诉罪。最后看到联合报是台电原定5月上路的计划性减少用电措施弹性夜间型提前到了3月上路。昨天台电的通知公文是被传开，遭质疑为台湾陷入缺电的疑虑。台电回击这是乌龙质疑，提前只是因为新方案上路要让用户先熟悉参加的方式。国内落地裁减政策，增加印度及东南亚等短程班机，昨天首日实施，包括一架从菲律宾来台的私人飞机，原定要飞往松山机场，受到了新政策的影响，也转降桃园机场落地通关。机上5名旅客裁减都是阴性后，由环宇商务中心通关入境。这架从菲律宾马尼拉起飞的私人飞机，昨天下午2点多转降在桃园机场，接驳车是把5名旅客载往临时检验中心，由医护人员裁检。5名旅客裁检结果都是阴性，这也是落地检裁检新政策上路实施后，第一架降落在桃园机场受检的私人飞机。
桃园大南市场前天是新增一名外滩员工确诊，在复检之后都是阴性，所以说是撤销这个案例。不过呢，桃园昨天是新增一对母女确诊，两人曾经前往大南市场买菜，目前感染源头不明。这波疫情爆发，桃园的确诊者是持续的增加，居检人数也有将近3000人。年关将近，为了保护家人安全，有不少在检疫所隔离的民众可能无法回家吃团圆饭。桃园八德采检站大排长龙，许多民众赶来筛检，还不时用手机观看最新疫情消息。知道原本八德大南市场外滩确诊的员工复检后转为阴性被消案，都稍微松了口气。放松了，对，要不然孩子们对也会受到对异样的眼光。桃园不是还有那个一些餐厅的一些案例嘛？那毕竟八德跟桃园就在隔壁而已。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啦，但是就是说该防范还是要防范。面对疫情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虽然大南市场的职场染疫危机暂时解除，却出现了确诊者足迹。因为桃园新增了2名病例是一对母女，曾经到过这一处市场买菜，初步疫调感染源不明。生活上是同住的家人只有2位，那另外职场的调查是在桃园某中小企业，那职场有30位，那已经完成了采检。为了预防社区安全，大南市场休市到21号，并且持续采检3天。而桃园确诊者还在增加，包括西提餐厅、金嗓歌友会群聚等相关传播链多了7例个案。市府也公布了最新的确诊者足迹，遍及了多个行政区，有多处是人潮众多的购物中心、百货和刷刷锅店，还有曾经搭乘过高铁从桃园来往板桥和台北。大规模消毒动作不能少，桃园疫情从3号爆发至今已经多达134人确诊，采检人数破5万，目前居隔有将近3000人。由于年关将近，为了保护家人安全，可能有许多民众是无法回家吃年夜饭。居隔或检疫所有许多采出这个二采阳性的个案，因此这个居隔的手段仍然是必要的。那虽然有一部分的这个在1月15号以后送集中检疫所，那么他按照14天的规定没有办法回家这个团圆。为了围堵疫情，郑文灿强调隔离防疫是必要手段，就怕再出现新的传播链。市府除了不断框列采检，也宣布高中以下的学校寒假停止跨校的社团营队和体育交流，多管齐下加强防疫管控。记者詹淑云、蔡慧玲、郭俊麟桃园报道。今年大学学测有116,000多名考生，从今天开始一连3天举行，昨天下午开放看考场，不少考生说倒数冲刺阶段格外小心，不想因为确诊无法应试。大考中心就表示，截至昨天下午3点半，在居家隔离还有自主健康管理的考生有14位，会安排到隔离市场。量额温、酒精清洁手部、口罩戴紧紧，即便是看考场，基本防疫要落实。考生们隔着窗户查看座位安排，希望一连3天的学测顺利、健康无虞。确诊就不能考试，然后就有点可怕，就很担心自己生病。身为108课纲首届考生，部分考生坦言最后阶段有些紧张，而且本土疫情升温，没有乱跑，做好健康管理，不想因确诊无法应试。这位考生说，学测时一天要戴10个口罩在身上，10分钟换一个。真的还假的？真的。为什么要这么密集的换？因为就觉得很危险啊，风险高。会请他多戴几个，因为怕万一一个如果弄丢了，他不能够入市场。除了延续去年指考防疫规定，学测在强化措施，事务人员加戴面罩，每考科之间每天考试结束后清消，考生以在市场用餐为原则，且只能在原座位使用隔板，隔板为一次性使用，使用后回收处理。过去我们曾经看到有的考生会在校园的角落可能3三2两坐在一起哈，这边聊天边用餐，这样的情况在今年是被禁止的。那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会有巡场的人员哈，那在中午用餐的时间会巡逻，然后劝导。
而每个考场设置防疫室场，考生若发烧或呼吸道症状，一律在这考试。大考中心和疾管署勾机，截至20号下午3点半，16000多名报名考生里，居家隔离和自主健康管理的有14人将在隔离室场应试。至于是否有考生确诊，大考中心没有透露，只表示若考生确诊无法应试，将在后续招生以外加名额协助。记者小慧、沈志明台北报道。农历过年前夕，物价还在上涨，不少连锁餐饮业者陆续调涨价格，比如知名的饮料店春水堂，中杯珍珠奶茶就调涨10块钱，一杯要价190元。跨部会联合稽查小组近期除了稽查之外，也找了业者来沟通动涨和降价，像孙东宝台式牛排还有八方云集都宣布缓涨或是推出优惠。欢迎三餐，同样餐饮在线。大口享用多汁牛排，竟然因为原物料上涨，餐饮业掀起一波的涨价潮。跨部会联合稽查小组找来了肉品上游供应商，还有连锁业者沟通，希望能够缓涨或是调降价格。在去年10月已经先调涨价格的孙东宝台式牛排，在被征询过后，决定要推出9折优惠活动，响应政府。他问我们说，我们公司可不可以在连锁品牌上面做一些调整，内用全面9折。到外带全面9折，那么我想说也响应政府的这些号召了，让大家过个好年。另外，八方云集25号起到31号提供生鲜水饺9折的优惠。某知名的排骨便当也将8项的套餐在农历年前调回原价。肉品进口商也承诺会动涨。法务部表示，稽查小组成立以来已经完成28家的下游连锁餐饮业者跟41家的中上游供应商的现场稽查。查价的手段，我们并不是用高压或这个强制，而是希望说唤起大家的注意，也希望厂商呢能够配合啊，但不应该涨价的就不应该涨价啊，但如果有非法的，我们就严查严办。春节前，连锁餐饮相继调涨价格，以珍奶闻名的春水堂也被发现调涨价格，中杯的珍珠奶茶从180元涨到了190元，小杯也调涨5元，牛肉面是一口气涨50元。业者表示，面对严峻的疫情，还有原物料价格攀升的状况下，才在1月1号起调涨了价格。记者韩彭浩祖、林志坚台北报道。中国在月初向我方通报，从屏东输入的2批石斑鱼验出违法药物，渔业署扩大检验，目前17家养殖场皆无异常，确认养殖端没问题，但会进一步追查所有环节。不过目前中方对于我送交的资料仍无回应。屏东2家养殖场输出中国的石斑鱼，遭对岸通报验出还原性孔雀绿等违法药物。渔业署除了检验这2家，还扩大检验共用活鱼运班船的15家养殖场，结果皆合格。难道又再次遭中国针对性指控吗？农委会认为这次符合国际规范，所以它是针对这2家，那先暂停输入，这样的做法，我想符合相关的国际的规范跟其他国家的做法。中华民国养殖渔业发展协会指出，石斑鱼从养殖场到市场中间还有车辆、船只运输等环节需要检视，支持渔业署扩大追查，倾向先不做政治解读。会不会担心中国这一次有一点就是政治动作，像之前水果那样？坊间确实大概有这种疑虑了，那我们也不太多做揣测太多，但还可以再去谈呐，货仓或者车。这些都可以再理清。渔业署强调会展现为自家产品负责的态度，目前已将被验出伪药的2业者名单提供给中方，接下来也会提供检验报告。那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提供任何的回应，不过我们这边所做的事情就是还是要从生产端这一部分确保我们出口的品质。另外，业者也认为需要进一步厘清对岸检验的方式与标准是否与我方存在落差。渔业署则打算26号举行精进会议，探讨哪个环节可以再强化管制，设法让此次石斑鱼事件聚焦在科学而非政治。记者们谢其文台北报道。最新消息带您来关心，由鸿海永龄基金会以及台积电和慈济共同捐赠的第16批辉瑞 BNT 疫苗，今天清晨5点多运抵桃园机场，也是今年第一批到货的 BNT 疫苗。飞机缓缓地降落在停机坪，今天清晨抵台的这一批 BNT 疫苗是由华航 CI62 班机载运，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起飞，今天清晨抵达桃园机场，
海关查核无误后，将会送往华厨通关，随后装上货车送到指定冷储物流中心进行后续的检验封监作业。疫情三级降级之后，餐饮业等产业重新征才。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去年的一到十一月，求才职缺多达112万，其中以餐饮、营造和科技产业缺工严重。询问消费者是否用餐满意，这是餐饮业最重视的部分。去年八月，疫情趋缓，餐饮业等产业重新征才，缺工问题从九月开始大爆发。尤其连锁餐饮业，因为重新开放内用，加上积极展店，用人恐急。应该是说，现在目前来说，餐饮业是大家都供不应求啦。那尤其加上我们集团一直在展店的话，的人数的话，它当然会需要的人才会更多。劳动部统计，去年一到十一月的求才职缺多达112万，还有人力银行的工作机会破纪录的攀升到近90万人，其中又以餐饮、营造以及科技产业缺工严重。而劳动部20号公布的最新求工倍数，虽然去年12月的1.52比11月的1.84稍降，可是工作的机会还是不少。因为单月的数字它本来就会有点跳动，十二月看起来是月减，但是其实很难讲它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有时候月的资料就是会有跳动。尾牙以及这个团圆饭的这个商机，可能会带动一些聘雇的一个需求，包括正职或兼差人员。疫情的变数出现的话，那到底会不会持续到年后还缺工的话，我是比较保守看待。专家分析，疫情影响下，像是科技产业，因为宅经济发达，人力市场热络。不过新一波疫情延烧下，可能冲击餐饮等产业的缺工情况，变化有待观察。记者陈嘉欣、张子佳台北报道。19岁比利时少女萨拉罗斯福独自驾驶超轻型运动飞机环游世界，在经历5个月的飞行，20号她平安回到了比利时，成为全球最妙龄单飞女性。飞行期间，她曾经降落在台湾，喝过珍奶，也是首位驾驶超轻型机飞越全球5大洲的飞行员。En intéressant, j'étais un peu focusée sur ma théorie. Mais non, j'étais super contente. Ça fait longtemps, ça fait 5 mois depuis que je suis ici.Et donc, je suis vraiment contente de juste être ici, de savoir aller à la maison, enfin. 今年19岁英国裔比利时少女萨拉罗斯福开心地向库特莱威佛尔哲机场大批接机的人挥手，这张吉尼世界纪录证书为她认证全球最年轻独自驾驶飞机环游世界，2022年1月完成。The plane obviously is a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I'm not trying to claim that it is.But I have chosen one of the best aircraft to do it with. The fuel consumption is amazing. For this whole trip, it's used the same amount of fuel as a Boeing uses in about 10 minutes.萨拉罗斯福去年8月18号出发，在飞行超过52000公里，飞越5大洲52个国家后，如今返乡，他说反而感觉很奇怪，接下来打算暂缓脚步，不去别的地方了，而且下周可能什么事都不做。Coming out to Frankfurt, there was lots of rain, lots of snow, but yeah, so I had to wiggle in some valley. Flying from Russia to South Korea was really tough because I had to avoid North Korea, and that meant doing a huge detour.And at one point, the weather started worsening as well. 他还庆幸自己的飞机行经西伯利亚时没有出包，万一在摄氏-35度的地方停下，又没有御寒装备，可就不妙。他的旅程中也有台湾，去年12月14号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对机场的珍珠奶茶印象不错。公视新闻黄韵玲编译。过去2年，英国在防疫封城期间，首相强生多次违反规定，在首相府开派对，相关消息在政坛引发讨论。有30位保守党的议员对强生发起不信任投票。南贝里选区的保守党议员威克佛对强生的作为感到羞耻。19号，他宣布退党，投身在野工党阵营。英国首相强生19号在国会质询过程，因派对门丑闻遭遇到从政以来最大的羞辱，不仅是在野的工党炮声隆隆要把他轰下台，就连同坐在一区的资深保守党议员都起身发言，拜托强生快走吧。You have sat there too long for all the good you have done. In the name of God, go.
强森2019年主政以来，保守党赢了脱欧公投，中央地方好几场选战也是攻无不克。但首相府一而再的被爆出过去两年防疫封城期间无视法令规定关起门来办派对的丑事，引发各界炮轰，党内党外都有强烈要求他下台的呼声。Mr. Speaker, first he said there were no parties. Then the video landed, blowing that defence out the water.Next, he said he was sicker than furious when he found out about the parties, until it turned out that he himself was at the Downing Street Garden Party. Then last week, he said he didn't realise he was at a party, and surprise, surprise, no one believed him. So this week, he's got a new defence. Nobody warned me that it was against the rules. That's it. Nobody told him.Since the Prime Minister wrote the walls, why on earth does he think this new defence is going to work for him? 保守党内有30名议员提交不信任信函给党内的1922委员会，要求对强森进行不信任投票，但离启动程序的门槛54票还有一段距离。除此之外，上次国会大选好不容易第一次从工党手中拿下的南贝里选区席次，保守党的代表韦克佛议员也因为对强森的作为感到羞耻，19号宣布退党，投身在野工党的阵营。面对这一连串排山倒海而来逼宫的压力，强森的应对之道就是呈静待调查报告还他清白。内阁办公室第二常任秘书葛雷受命调查首相府派对有无违反防疫规定，如发现有犯罪行为将直接转交给警察处理。而同样的调查2021年12月也曾办过一次，负责的内阁秘书凯斯最后是黯然退出，原因是他自己的办公室也被爆出有违规办趴的丑事。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焦点转回国内，空军 F-16V 战机日前坠海后，同型机全面停飞特检，经过各项安全确认后，昨天上午是由四连队的队长魏兆麟少将亲自领军复飞。不过昨天又有共机侵扰我方西南空域，空军也派出战机监控驱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5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进入我空域将我非常安全。共机20号再度侵扰我国西南空域，我方也派出战机监控。不过 F-16V 战机11号失事之后，同型战机停飞进行天安特检，由金国号与幻象2000负起空中防卫任务，直到20号 F-16V 战机完成特检恢复飞行。空军第四联队联队长魏兆麟少将20号一早7:30亲自驾机，率领 F-16V 战机复飞，从上午7:30到下午3:45，总计6批，每批4架，共24架执行飞行任务。有退役飞官表示，天安特检流程包括确认事故可能发生的战机系统或零件是否正常，人员也会透过模拟机等训练，确认是否落实各项飞行安全流程。天安特检其实针对飞机跟人两个部分。那就这个失事的这个现象，先去判断有哪几个系统可能影响到的，所以针对这些系统，把每一架飞机的这个系统做一次特检。第二个，因应那个科目，人的部分要做哪些加强的训练，再来就是主观是不是领头的复飞的动作。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也分析，这次停飞时间不长，代表这次失事机件故障的因素不高，另外也不会让飞行员停飞的时间过久影响飞行手感。不是飞机机件的问题，所以它复飞的时间比较快，那赶快开飞，让这些成熟的飞行员、完训的飞行员能够上飞机，然后重新去熟悉。我认为这样子的话，能够在台海的空防也不会也可以分担 IDF 金国号战机以及幻象2000的这种任务。张延廷也提到，越早复飞对于目前紧绷的空中防卫能量有所帮助，现在就等已经寻获的失事战机黑盒子记录解读，厘清这次 F-16V 的事故原因。记者张雄、陈信龙台北报道。尼加拉瓜和台湾在去年12月断交，并且片面宣布终止台尼 FTA， 台湾水产进口业者就出面澄清，尼加拉瓜的冷冻虾为大宗，现在货柜已经在海上，到底靠港是否还有优惠关税，相关文件是否有效，否则业者将会损失惨重。外交部及经贸谈判办公室就表示，台尼 FTA 仍然有效，会讨论后续处理，保障业者权益。
尼加拉瓜去年12月10号与我国断交，并且宣布终止从2008年生效的台尼 FTA， 片面违反180天缓冲期终止规定，冲击双边的经贸往来。尤其尼国的冷冻虾更是我第二大的进口来源国，水产业者出面澄清，表示货柜已经在海上，二月就要靠港，若少了优惠关税将会损失惨重，希望政府能够保障业者的权益。有时候一个货柜就是在海上就要漂三个月，那期限没有讲清楚，我们根本不知道要付钱或是钱拿得回来吗？那到底我们进口商就是会受到很大的损伤，甚至于很多进口商在这么不景气的状况之下都会跟着倒闭。业者也反映，因为断交，所以尼国没有再核发官方产地证明文件。若业者自己所提供的版本是否能够接受？对此，外交部以及经贸谈判办公室都表示，法理上台尼 FTA 到现在仍然有效，尼国违反国际规定，我们仅是终止，还在讨论后续要如何处理。FTA 以我们现在整个国际法规来讲的话，是仍然有效 FTA。持续在执行当中，但是未来我们也在考量是什么时候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期间。经济部表示已经有召开多场会议来保障业者权益，至于货柜到港的处理细节，官务署表示还要进行法务的修正。立委呼吁相关单位年前要拍板结论，才能够让业者能够安心过好年。记者韩彭耀祖台北报道。网军攻击层出不穷，引发国安疑虑。不管是公部门还是个人，都会受到网络攻击。所以，刑事局提醒：太久没有登入，或者是久没有更新密码，容易遭到盗用。而法务部也建议修改通讯保障法，让检警可以调阅 IP 位置等通信记录，抓到幕后黑手。使用假账号或盗用账号来攻击人，结果。可能指令下错，导致被大家抓包这件事，在我个人发生两次。在罢免案时，无党籍立委林长佐在 PTT 网站上被发文攻击，这些攻击的账号都来自同一个 IP 分享器。像这样的网军攻击层出不穷，刑事局调查发现，这些被盗的账号大多是太久没登录，密码太简单，以及没有定期更新密码。很久没有用了，或者说它跟其他平台用的密码是一样的。PET 早期的时候，我们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它的密码复杂性是很低的，这你只要几个数字就可以登进去了。所以这个账号密码可能很早就已经外泄。家用 WiFi 的这种 AP 主机哦，被入侵以后被当作跳板，其实不只是运用在有关于这些社群媒体的这些言论的发言的这些攻击哦。更多会被利用在骇侵的攻击上面。使用者资料与网络 IP 位置结合时，不仅是个资，也涉及宪法秘密通讯自由。法务部建议修改通讯保障法，让检警可以调阅 IP 位置等通信记录。这通报法，那是不是有必要引你？这个业者要留下这个网络的流量记录。那这个部分如果说能够比照通信记录的程序。那执法机关可以去调取这个流量的记录，来进一步分析，或许还有机会的可以溯源。根据民进党立委蔡依瑜的资料显示，我国光是公部门每个月大概会受到3000万次的境外攻击，引发国安疑虑，相关机关应该正视网络攻击带来的影响。记者林信、陈昌维台北报道。台铁太鲁阁意外事故造成4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台铁局发声明表示，会和26位罹难者家属对李义祥等7人，还有4家工程公司提出民事求偿，金额超过4亿。但家属的委任律师表示，台铁也有一定过失和责任，法院需追究台铁的民事责任比例。台铁太鲁阁号408次列车翻覆事故，至今已9个多月。21号周五，花莲地院开庭审理台铁太鲁阁号事件涉案人员的相关刑责，台铁却赶在开庭前一天发声明稿，强调台铁与26位已和解的罹难者家属共同具名，向李义祥等7人，还有4家工程公司提出民事诉讼，希望能够代位求偿。当初也有谈，我们原来所谓的1570，法院判决出来超过的部分，我们也会就直接来承受。日前，交通部长王国材曾表示，目前已经和29名罹难者家属和解，将理赔每位罹难者1570万元。至于这次台铁与26名家属共同提诉讼，针对李义祥等7人及4家工程公司求偿超过4亿元。
台铁表示来不及参与这次起诉相关的罹难者家属，台铁将陆续以追加原告的方式纳入民事诉讼程序中。不过罹难者家属委任律师表示，台铁疏失的部分完全避谈，而且同样被列为刑事被告台铁潘姓员工却不在民事球场的被告对象，令人费解。台铁在这个一个球场里面独漏了台铁的员工潘唐毅，所有的罹难者家属都很不能接受，也非常的不能理解。另外，由罹难者家属组织的泰鲁格眼泪正与台铁进行协议书内容协商，而其中一个诉求就是要求台铁后续对其他人请求损害赔偿的诉讼要向家属说明诉讼进度以及提供开庭报告，呼吁台铁现阶段也要比照处理，别让家属成为局外人。台铁表示尊重罹难者家属提出的个别请求金额及主张，也强调应承担的部分绝不卸责，会尽力给予家属妥善的协助。记者黄略、林志健投报道。静娟基金会分析，去年一共200件儿童事故新闻，交通事故仍然是造成儿童死伤的第一名，共造成21名幼童死亡，其中多为汽车未使用安全配备而抛飞。红灯停，绿灯行，两岁的琪琪在妈妈协助下开着玩具车向前行，而平常出门爸爸妈妈开车时一定会坐安全座椅。开始学站的时候，他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在开车开到一半，他自己就站起来了，他就这样扭转扭转，吓死我。孩子若坐不住安全座椅，又或是安全座椅未正确使用，路上一旦有状况，后果不堪设想。静娟基金会分析，110年共200件儿童事故新闻，排除儿虐、性侵，14岁以下儿童有58死、235伤。进一步分析发现，交通事故仍是儿童死伤第一名，有21名幼童死亡，其中多为未使用安全配备而抛飞。应该尽量也还是挑选后向式的安全座椅，否则的话，今天坐后向比前向的话，相差75%的伤害。之前是听朋友说，就说他的体重到了，或是一岁后就可以变成正向，对。然后今天才听到，就是说希望两岁前都是反向还是比较安全。除了提醒两岁以下孩童乘车乘坐后向式安全座椅更安全，林月琴说，美国实验发现风衣、羽绒衣较光滑，孩子坐安全座椅时一因滑动整个人冲出去，因此把羽绒衣脱下来，把孩子固定在安全座椅，再盖上衣服，减少伤害。记者小慧、沈志明台北报道。苗栗德芳教养院在去年七月发生李姓自闭症的院生疑似遭虐致死，苗栗地检署侦查终结，对涉嫌殴打、捆绑院生的生活服务员、社工员和行政助理等三人，以私刑拘禁致死伤害罪嫌提起公诉，但院长还有江姓教保员是不起诉，家属将申请再议。监视器画面拍下李姓院生的送医过程。去年七月，患有重度自闭症的李姓院生在苗栗造桥的德芳教养院疑似受虐昏迷送医，检方侦查终结，将林姓社工员、周姓生活服务员和赖姓行政助理等三个人涉有重嫌提起公诉，依伤害罪以及私刑拘禁致死罪提起公诉。他们有对院生从事殴打以及管束拘禁的行为。检方表示，这三名员工当时为了处理李姓院生的情绪躁动，以非法的方式拘禁、捆绑、再殴打，也无视李姓院生表达能力不好、不给予照料，引发横纹肌溶解等伤势，未及时送医而死亡。至于院长和江姓教保员，则是不起诉，但是死者的家属很难接受。负责人他是知道说这个社工他是有。又会做体罚，他是负责人，他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是不起诉？教养院20号下午大门深锁，附近居民表示，事发之后所有的院生都被另外安置，但行政人员照常上班，对于媒体的询问不用回应。小姐要不要出来回应一下？院长有在吗？苗栗县府表示，事发后就召开检讨会议，确认院方有违事后，决定从去年8月27号起停办一年。除了裁罚30万，也要求提出改善报告。对于其他的教养机构，也会加强查核，确保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记者林建生、王龙涛，苗栗报道。
瑞士目前在研究一款贴片式的新冠疫苗，能诱发 T 细胞的免疫作用，攻击新冠病毒，现在已经在到达实验阶段。对抗新冠病毒，未来渴望又有新武器。瑞士医学研究人员近期正在测试一款贴片式的新冠疫苗，小小的贴布上充满微型针头，贴在皮肤表面，只要几秒就能把疫苗注入体内。Alors l'idée du patch c'est en fait des micro aiguilles que l'on va appliquer sur la peau, donc dans la couche superficielle de la peau, le derme on appelle ça, parce que dans cette couche de peau, il y a des cellules présentatrices d'antigènes, comme on appelle, c'est-à-dire qui induisent une réponse immune plus forte, notamment pour l'immunité cellulaire. 不同于施打传统疫苗让体内产生抗体，疫苗贴片的目的是要诱导 T 细胞的免疫作用，去攻击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细胞。研究人员认为，贴片式的疫苗会比现有疫苗保护力更加，对变种更有效。And so they are encouraging that if people are able to use higher filtration masks, that they should do so right now.With the Omicron variant. 除了打疫苗对抗新冠病毒，口罩也要戴好戴满。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近期发布了佩戴口罩的指南，建议民众佩戴更多滤层、防护力更高的口罩，像是 N95 及 KN95。白宫宣布预计在下周在全国免费发放4亿个 N95 口罩。Για το παιδί μου, ναι, θα μπω και μέσα, δεν με απασχολεί. Αρκεί να το προστατεύσω αυτό.在希腊，一名32岁的母亲因为疫情严峻，2021年就开始拒绝让11岁大的女儿上学。没想到因剥夺孩子的受教权违反希腊法律，被判处7个月徒刑，缓刑3年，并处以20欧元的罚款。交响乐团专心投入地演奏乐曲，在一旁却有美发师替顾客修剪头发。荷兰政府因防疫考量关闭艺文场所，但却准许与人接触的产业，像是美发、美甲、沙龙营业，让艺文团体相当不满。因此，把博物馆、音乐厅临时改造成发廊和美甲店，透过创意表达诉求。公视新闻王本编译。非洲国家肯亚近年来猎巫现象越来越严重，老年人特别是年迈的寡妇很常被恶意指控使用巫术，并且遭受暴力威胁。遭火蛇吞噬的建筑已经焦黑变形，原本住在这间屋子的老妇人去年10月被控使用巫术，被村子里的人用私刑处置。They were removed from their homes and burnt, accused of being witches. 被猎巫后烧死，在肯亚已不是特例，而且对象通常都是年迈的寡妇。过去2年，大约有150人被猎巫然后杀害，类似情况还在持续发生。人权团体来关怀的这个地区，目前就有6个人被控使用巫术，面临暴力威胁，天天活在阴影中。受害者指出，他们被针对跟传统信仰无关，而是有人想掠夺土。It's just disputes over there, not witchcraft. It's only about land disputes.人权团体指出，当地传统观念认为寡妇不配继承丈夫留下的土地，施暴者操弄这种观念，再利用社区对巫术的恐惧达成加害目的并获取利益。What we realized is that the village elders were also there. That's what's shocking. Our government, people who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us, and you can see others there watching the women getting burnt.相关团体已发起呼吁，要求肯亚政府修改法律，保障老年人不受暴力威胁的权利。当地官员则承诺加强气胸，也组成特别工作小组调查，希望减缓这股猎巫歪风。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报资料。今天空气如何？来看空气品质指标。感谢你收看这集的《公视早安新闻》，我是郑威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